我们今天来吃小猪佩奇。姐姐，你那个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这个是骰子糖你呀。今天不吃我可以吗？我们一起吃骰子糖吧。不行，我今天是来吃你的，我不是吃骰子糖的。那好吧，你要吃我，你说个理由吧。因为我好久都没吃你了呀。我不想给你吃。我很想念你的味道。你就别吃我了呗，姐姐。不行不行，我必须得吃你。你吃我可以。但我有个要啊，求，你还有要求呢？那你说吧。你要吃我也可以，你那个眼珠糖嗯，给好我吃一吧，我点。答应你。那眼珠糖，你吃吧。哇，佩奇，你好厉害呀，一口都给我吃完了，太厉害好了你。甜好呀！啦，我满足你了，你该给我吃了吧？好吧，你那我吃开始打吧。开你啦。看看佩奇里面有什么？哇，他居然还藏了一只佩奇！啊，厉害厉害！糖果，还有一把哨子呢。嗯，这个吹得不太响。我们把这只小佩奇贴上。糖果吃掉，下期想看我吃谁，告诉我哟。